冰糕冰糕来洗脚喽。哎呀，今天门个这嘛。现在正在睡觉，一会儿我把这个眼镜蛇放在他的身上，然后把他叫醒，看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想看的双击加关注吧。哎，小花，花，花，哎，别睡了，哎，看什么玩意儿？哎，那什么玩意儿？等会儿，蛇，看什么玩意儿？哎，什么玩意儿？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别找我。有本事你来啊！来就来！啊！
神经。我媳妇儿，你看，你给预着点，里边看吧。哎，你怎么现在就这么喊一个？是吧？蛇来了，告快哥，快哥在钓鱼，但是他现在上厕所了。一会儿我把这个假蛇勾在这个钩子上，然后再给他扔在水里面，告诉快哥他上鱼了。看他发现之后钓来是蛇会有什么反应，想看的双击关注吧。快点上鱼了，快点！哎呀，我操！哎呀，你们干啥？蝎子我整飞了！蛇呀！整啥吧？鞋都飞了，鱼竿也掉了。那宝宝们，今天我们来整宝哥这么大的大西瓜，我们等一会儿把瓜肉全部把它挖掉，挖掉瓜肉之后呢，我们把这里所有的海绵宝宝全部把它装进去。等宝哥下班回来之后，我们让他切西瓜。想知道结果吗？我们双击关注666。你这不用冰了，冰这西瓜来。太大了，20斤呢。什么鬼？西瓜羊呢？